大清早大伙不信邪，一个个去扭开水龙头，果真滴水不漏，全给冻住了。高寒地区的生活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，大概是怕庄主在登山淡季太无聊，山友特别从山下带来小狗皮皮送给庄主，看来庄主也颇能为狗争光。在这个玉山进山的季节，我们也只能在山脚下散散步，到处去用眼睛爬山。不过为了避免流于走马看花，我们得先去拜拜码头才成。我们现在身后这个就是很漂亮的塔塔加游客中心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因为这边当然很多的山友都会去攀登我们台湾的第一高峰玉山嘛，对对对，也是世界闻名的啦。那很多外国游客也会来这边，是啊，那他们都会来这个游客中心，会在这边得到什么样的资讯呢？好，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公园的一个西北园区哈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游客服务据点，它位于整个新共公路的一个最高点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地方是不只是西北园区的一个很重要据点，也是登玉山的主峰的一个游客的一个休息站。那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算是游客中心，也有一个解说员可以提供我们游客做解说导览服务这样子。游客在爬玉山的时候，可以来这个地方，然后可以得到一些玉山的一些资讯，然后能够安全登山。那这个时候是封山的时候，就是哎，对对对对。那虽然是在封山，不过现在玉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投票的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着。对对对。但是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好像是说世界七大奇景嘛，是不是？前一阵子炒得很热，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投票已经结束了。那现在其实这个还是持续的进行着吗？对，其实这个活动一直才持续进行啊。那这个玉山那个算是世界七大奇景，是由那个瑞士基金会他们所创办的啦。然后他们把这个包括有山岳类的国家公园啊，包括瀑布啦、湖泊、海洋哦，他们分七大类，然后让全世界民众来票选这七大奇景啦。那我们玉山也是代表我们台湾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啦。那经过去年的一个七月七号之后，我们把从261个景点，然后晋升到77个景点。然后再经过专家评选之后，目前已经进到28名了，全28名这样子啊。然后这28名之后，可能未来在一年多时间，到明年的3月的时候，由全世界民众再来票选出前7名这样子。所以现在玉山已经进入前28名了。对。那可是听说之前好像我们玉山有冲到第一名的样子。对，就是在去年7月7号之前，我们只要从261名的时候要冲到前77名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因为它有七大类嘛，对，国家公园有山岳、有湖泊、有海洋的岛屿，然后我们玉山是山岳类的第一名，以山岳第一名的资格，然后进到前77名这样子。哦，哎，对对，啊，不是这样就结束了，因为目前还是进入28名，还票选前7名这样子。嗯，好，加油玉山，我们台湾第一高峰，东北亚第一高峰，希望可以成为世界七大奇景。玉山之名早在16、17世纪就出现，清康熙年间，郁永和写下“玉山在万山中，奇山独高，无眼不见，残岩峭削，白色如银，远望如太白积雪，皆言此山浑然美玉”。当时郁永和如果真的登临玉山，不但是台湾史上的大事，他也会经历前所未有的惊奇旅程。玉山的动植物生态、原住民风情和自然景观，绝对会让喜欢探奇揽胜的郁永和欣喜若狂。至于这个季节，当然该走步道，玉管处还特别推荐一位步道达人为我们领路。就这里是吧？对对对。哇，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路上都已经结霜了，好像白白的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这里好漂亮啊！路上这边两旁通通是那个松针在旁边的感觉啊，这个都不用扫地的，然后人走在上面非常的舒服，像一个柔软的一个地方这样子。那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的棒，就是因为这边哈，除了那个我们的环境好之外呢，有很好的这个植物啦，像是一些这个植被的环境非常棒。那么这边晚上如果你有经过这边，大概是在6、7点的话，你可以发现这边的动物非常多，可以看到山羌，也可以看到山羊。好，这边的环境非常棒。这边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了，这边有写林子山0.9K 了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其实距离上来讲是蛮短的，蛮短的，1公里不到。对对对，所以这样的路程它是应该蛮适合大众来走的。哦，这边的这个高度其实是2610，那么上升到这个鹿林山、立山都差不多在2800公尺，所以从2600到2800这样的一个高度海拔，除了是说一个人的体能适应非常好之外呢，那么距离也不是那么长。所以科长，我们今天是两座山的步道，我们都可以走得到。对，因为这个距离蛮短的，而且看的地方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今天先到林子山，然后我们再到这个鹿林山。
这位步道达人和阿青哥蓝教官同样是布农族人，一看就是下盘很稳、很会爬山的狠角色。他在塔塔加游客中心服务了10年，最近才被调回育管处担任油气科科长，对塔塔加一带的山径、动植物真正是了如指掌。山那就更不用说了，才走几步路，视野开阔，马上就可以进行巡山点名的活动。这里可以一眼看见中央山脉南二段和南横公路，而这个角度的玉山只露出小小的山头。科长的族名叫做邦卡尔海放南，现在的年轻人说海放指的是被远远的抛在后面，还好明明很会爬山的海放南并没有海放我们，还一路很热情的指点解说。他说这一带发生过森林火灾，所以靠火来散布种子的华山松和二叶松就成了强势植物，让我们能够听着阵阵松涛踩在柔软的松针步道上行进。为了避免再次森林大火，从我们行走的松林步道还可以看到相关单位开辟宽度达30公尺的防火线，而且国家公园还会定期派人清理，确保防火线能够阻绝森林火灾。当然要降低火灾威胁，最重要的还是请游客小心火烛。在2600多公尺的松林里散步朝山，确实相当享受，蚊虫不生，清爽不傲热，更不会有芒草蔓藤阻路，就连寒鸦看起来都顺眼，叫声也没那么讨厌。我这边突然开阔起来啊！对，前面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山谷的感觉。对，好。那这边正好有一个水池、嗯，小小的一个水池吧。对，其实这个水池哈，这个一年十个月都有水，啊，只是说多少而已。那么其实我们在走这条五指山步道的话，就唯一就只有这个水池。啊，这个水池是提供这个动物哈，他们来这个觅食的时候休息，然后会渴的话来这边喝水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哈，我们可以看到晚上动物会过来，所以我们看到有大大小小的脚印。那比较大的呢，当然是水鹿；那比较小的哈，它还是山羊或是山羌。哦，啊，这个凹进去，这个大的也算是大的，大的。对对对，大的对。小的是啊，这个是小的。小的，对对对。小的是你说是山羊或山羌。山羊或山羌，对对。他们晚上大概傍晚会上来，大概这个凌晨的时候再回去。所以休息这样子，哦，对，因为阮姐说那个山羊是什么穿高跟鞋子，所以脚印是小小的。那如果说因为这边没有山猪了，如果有山猪的话，它在这边打滚了，变成它的天下了。那这边动物会利用，吃植物也会利用，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种植物叫大景氏灯芯草。那在这个环境呢，你只要看到这个有这个植物的话，就这个有这种植物的话，表示这边有水啊，有水池或水塘这样子。大景氏灯芯草。它摸起来中间有点空空的感觉，对对，空心的，对对，空心的，对对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动物来这边，它不是白来的，它除了喝水之外呢，也来这边觅食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它啃过的啊，这它啃的，对对对对，是它啃过的，比较不规则型，上面都断掉了，对断掉了，对断掉。哦，这边也是，哎，是是，你看它这个都是哦，它甚至底下这个也是它啃的啊。哦，这下面都是它啃的，它啃的，这等一下直接啃起来这样子哦，对对对。哇，水池旁边真的长蛮多啊，那边也有，对 对, 對，那就长得很漂亮。對對對，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个植物。对对对，那这样等于说有这个一个水池的话，就会吸引动物啊，然后有植物啊，会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边的生态就会不一样。对，而且这个水池哈，照这个来看到，这个应该是他们自己动物挖的哦，自己当他们会用脚去踩踏，嗯，把那个这个地方，他们知道这个环境是会积水，嗯，他们会踏，因为这个本来就很潮湿，嗯，它就很多动物就会来，然后。踏完之后大概就积水了之后就变成他们的水源，哦，所以这个是，他们的智慧了，我就很佩服。像如果去山上看到这样，我就那个很佩服动物的智慧。哦，那我觉得动物真的不只有智慧，还懂得享受。对，对，他在一个这么优美的地方，这么开阔的地方，看到山谷的地方，挖了一个这个水池在这边，然后大家来这边享受这样。对，原来动物也会造水库，这真是第一次听说。班卡尔海放南科长果然不愧是塔塔加步道达人，他一直提到动物很聪明，植物很有智慧，他从大自然中学到的知识远比课本上多。大概就因为这样的心情，科长在塔塔加一带几乎踏遍每一条步道，看着10年来山林草木禽鸟野兽的变化，对他来说草木鸟兽都已经是熟得不能再熟的老朋友了。只要他不海放我们，我们一定能看到更多塔塔加附近步道的风景。
听到更多山林的故事。为了改善世界七大奇景多数不存在的缺憾，瑞士新七大奇景基金会简称 N7W 发起新七大奇景选拔，选出万里长城、秘鲁的马丘比丘等七景，紧接着举办世界新七大自然奇景选拔，分为山峰、岛屿、湖泊、森林、洞穴、地景及海景七大类，玉山为其中的山岳类，目前活动仍在进行，民众可上玉山国家公园网站，经由引导教学可至活动网站投票，为玉山加油。